哦，有，我都放进去了，傻眼了，在干嘛？我想说只有我的煤炭嘞。我做个那个多少啊？二十。你说火把？嗯。怎么会有鹅卵石？鹅卵石？对吧？掠夺者都不能乱动。鹅卵石？你会不会等下挖一挖就挖到那个底下？哪个底下？村庄的底下。有可能，没看到那个就有。哎、欸，你看到突袭突袭的时候就会有了。对啊，距离够近，距离够近的话就会有了。会跑条啊，会有跑条。OK, okay.。你有那个盾牌吗？要加皮。我帮你做一个。他不是央央，他是皮。对。我觉得央央瞬间变得。刚刚啊，对啊，刚刚。啊，改名了是吧？对。对啊。哇！不是我改的。一切都是杰克的问题。又我了，又我了，莫名其妙。一切都是杰克的问题。一下说我脑袋有洞啊，超凶哎、欸！不是我，你今天是不是捡到枪啊？没有，刚子杰克把我杀掉。那是看到有一口肉啊！我记仇了。哇！你是一样，你要往这边。我们就分两个方向好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快。啊，可是我跟着你的 PP 的说，你太玩家了，可恶！你不能跟着他啦。你有什么企图？说清楚。我看他很美丽啊，看他漂亮腹黑的头发，就是想要去摸一把这样。哇摸一把，然后就不见了吗？再见了各位，帮我立个坟墓啊！好，你要上面要刻什么？跟我讲。啊，你要放什么花？腹黑的小花，粉红色的凋零花吗？黑色对凋零花，我的坟墓整个都要采粉红色的。哇，太腹黑了，粉红采光。对对对，要高光那种。我要粉红羊毛，粉红的混凝土，然后再粉红的落地窗。原来杰克有少女心啊！我们现在做的有啊，他一直都有啊，他一直是粉红色啊。杰克少女心爆发、啊！哇，你还不够认识他哎、欸。哇，你不够认识我，完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然后多多认识，我要重新认识杰克，少女心喷发。你奇怪，怎么都还没挖下去啊？奇怪，问你呀、啊，我怎么挖下去？怎么还在弄的表面？看一下，哎呦，这里好危险哦。耶，我有水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毒死自己了？嗯。有人一直在做蠢事，谁？我挖一挖，然后就毒死自己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又少了一格？他挖那个格是真的超诡异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拐一下，拐一下，这样你才不会马上追到啊！到底谁追谁啊？好聪明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做法，对吧、啊？哇，那知道聪明。哎呦，果然杀戮。啊啊啊！啊！你刚说卢，你刚说还是阿鲁米？阿鲁米啊！他刚刚刚那一场的名字、欸，不是我挖到鸡眼了。你干嘛挖到鸡眼了？你看我在没有在看那高度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看高度，就一路往上，哎、欸，鸡眼的。我有摘哦。不愧是阿鲁米，阿鲁米是塑胶还是什么？绿胶、绿绿、绿、哦、绿。那塑胶是什么？塑胶、塑胶、塑胶、塑胶。随便了。你自己的成分是什么都不知道了、哦，我又不是成分哦。聪明，我是用聪明做的，乖乖做的。一片寂静。对，你们怎么不有？丫丫，你看他们呐、啊！丫丫，快看我们！快了，快看，快看我们！你看，你看我们，你欺负人，什么情况？你什么情况？我还黑人问号哎、欸。嗯，哎、欸，这边真的有，嗯，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可是就是没有看到。所以我们有人跑甘蔗吗？还是我有甘蔗、啊？我身上有甘蔗。哦，好好。哎、欸，不过先等时间，嘿。好。你翻新什么了？翻新什么？我被杜鱼杜鱼呀，不好说，你不好说，
所以你是坏人是吗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帮我去砍你啊！快跟我们说说。没有砍的声音，看他还是就是轻轻揍的声音，完全没有伤害那种。没有，因为没有同队伤害、啊哦。怎么又一只啊？啊哦、这就是杜鱼的伤害吧？啊，怎么又一只啊？你也太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？地形问题吗？太受欢迎了吧？不是吧？这边没有蟒鱼，这边蟒鱼呢？二、好了，没事。哇，繁星，繁星，我觉得繁星是不是真的在被打、啊？就杜鱼咬我哈？那你怎么一直受伤？我刚刚是不是一直讲，怎么又一只？啊，那个姐姐啊，那个哥姐姐啊，反正快要崩溃了，反正已经崩溃了。你有没有听人在说话、啊？哎、欸，我有。你有哦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哦？我有哎、欸。我多做一个盾牌啦。我说，哎、欸，我有听哎、欸，我听你在讲话、啊，我听你讲话哦，这次不可以凶我哦。有人在挖东西吗？停一下好不好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有在叠东西。等下，等下，挖东西。他们有天眼兵。对啊。哦，对的。有科比。对耶。我在叠东西。反星怎么？你在打架吗？对。啊！扣不少血。感觉很哦、啊。哇，巧克力。巧克力。好，我来包围喽！我来包围喽！好。好。你们是想杀谁？巧克力，我要提很多。我挑经验真的。有人在用葫芦吗？负两，负两百，负五十。你是不是跟他们很靠近、啊？我应该有烧东西，不知道是。因为你很近哦，你离巧克力最近哦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他在负两百，负五十。等一下，我在想这边有人吗？等一下哦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附近有团团，你往前挖，你往前挖，你那个挖通之后，他在右上角。他、啊、全套铁装，哎、欸，他往下走，哎、欸，他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好像分开很远。你可以偷袭他了，他没有看到你。可是我们离他们好像也是有点距离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还挖钻石，他挖钻石，他挖钻石。他挖黄金，他挖黄金，快快快快，趁现在，左上左上左上。我怎么又到这眼？左边往上挖。我看一下、喔。我不太敢屠戮哎、欸。你也太怂了吧。要二十喽，注意哦。不然我等。嗯。先等二十好了，我觉得。啊。这里。有人被毒咬了。我刚也被毒咬。好近哦。没事，他根本没看到你，又不敢冲，你在近什么？不敢冲就不要问。哎、欸，团团有第二批钻石矿了哦、喔。啊、哇！早叫你打你不打，这个方向吗？只会松，对啦。我连岩浆都还没看到哎、欸。岩浆？哦，我看到岩浆了。然后就赶快哦，他又在挖黄金喽。哇塞！往前直直挖，直直挖，直直挖，直直挖。先堵起来好了。原来你是间，你们俩是间谍啊、欸，难怪不敢打。完了，完了，怪不得。我刚刚就说他们两个怪怪的、啊。哇，我还把一拳干掉哎、欸，还不谢谢我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谢谢。是他们要谢你。完蛋了。我就觉得洋洋很正常啊。你又知道，你刚才说我是间谍。我说泱泱、欸、我说泱泱，我没有说你啊，我判断不出来。嗯，要不要看记录档？泱泱你在哪？要不要看记录档？我在那个你另外一边一直走下来。我要去，我要去，现在都只有铁而已。带过去的。嘿嘿嘿，不管，我要来听，我要来听你们的。是一拳带我过去的。你可以说不要啊。他有没有说是繁星？对，我才就他有没有说是繁星？有没有？然后他说你没有穿衣服，然后我就跑了过去。那你是不是就过来了？对，你明明知道我，你还挥着我。因为你没穿衣服。因为你什么都没穿，我就觉得一定只能我去了。哎、欸，不能把你让给别人。等一下可以找那个了。而且刚刚很好笑哦。岩浆我有。杰克一直问说附近有人，附近有人。我说是团团。他说怎么办？我不敢冲。
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。你知道我刚才看了一下名单，我判断是，我看也是看一下名单哦，繁星那好打吧，裸体那我去好了。我也是有犹豫的啊，而且我那天就是一拳都一直在带领我，一直在把你带去打人吗？就带我去拿宝啊，然后去那个废矿、啊欸。对啊，他是一直在哇养、这是起尿器嘎爆的呢。哎、欸，一分钟要传送，哎、欸，该挖走，该挖走。那没有那个物品栏可以看那个状态，你看那个虚弱啊什么的、那個，虚弱抗性，那个时间到就是被传，就最后十秒钟再收一收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都没挖到钻石啊？没有没有、哦，我在岩浆附近一直找不到钻石。我刚只听到说团头换到钻石还两头，对吧、啊？我说哎，两头哎，他那个钻石分布这次我刚好那两头都没有在岩浆旁边哎、欸，好猛哦！那、啊、你们有苹果吗？我刚没有。感谢阿贝夜猫续订。我这边有黄金，很足够，差不多喽，收一收，差不多喽。好。箱子就算了，箱子有什么？空的，没有空的。好，刚刚找到的。Hello， 回来了。我发现说还是要照顾一下你们比较好。哦，你看一下你的眼镜哦，也太高了吧！贴没有，不要钻石啊。过来过来，这附近有是不是？有啊。是我这边的方向吗？不是。好，你先不要动哦。卢米的位置。卢米的位置往右边右下挖，你不要动，这里玩，你不要动，好，你是向右边，看你右边那个，对，往开始往下挖，直直往下挖吗？斜下，有人来了，也太快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卢米你后面啊，卢米就在你后面啊，我看到，打，你为什么不打？我上不去。你怎么会上不去？你没垫脚石吗？我没垫脚石，我算也很快而已。你怎么可能会没垫脚石？我傻眼了。哎、欸，那丫丫也死了。死了啊！死了。他就先看到哈。对，刚看到四个明条。好啦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隔壁那条全部都是怪。怎样啊？啊，你说那个。你要你找怪，你又没有去找他们，有差吗？我刚要找他们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把淹掉？怎么淹掉？水，整条那个箱子。有啊，这边有生块砖了，这附近找不到而已。哪里呀、啊？那个啊，隔壁啊那边还是有点距离的、哦。对，差那么远，声音也不声音也不是好吗？而且这个是我找过的好吗？这是我，你又看火把，这是我。好哦，哎、欸，只是还有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么美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不是我找的，这是别人找的，我在下面，我找到的在下面所以有另外一个人也找到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是喵哈跟哈记，跟哈记，对吧、啊？看你们要去哪边看吧，对吧、啊？我们去影院那边看啊。影院他们那边哦。对啊。影院他们那边。只是要挖黑曜石而已，挖完我们就走。好、哦，你们怎么那么凶啊？刚刚是那个杰克闻到杰克通顶啊，太扯了！挖到啊，傻眼，杰克要走了。杰克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只闻肉味吗？直接闻到，很臭。你是太饿了是不是？有一点，哎、欸，这里啊，岩浆，你是单身太久需要闻，单身太久。他就直接一挖就直接中了，欸、中了！我傻眼，我还找不到人。我真的觉得我蛮厉害的啦。他是讲说他没有垫脚石，他没有，他上不去。我说你没垫脚石哦，那就啪。我才刚挖下来。你快捷键上都不会放垫脚石吗？嗯，不会啊。因为首先是你们太靠近地表，所以我们一传下来就看到 ID，、嗯、然后杰克就说那往这里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他们的洞哎、欸。直接挖到，刚好要搬家，搬不了家了。你们身上有青金石吗？没有，有，我有29个，没有。哦，那可以啊，那你就拿我的青金石。对啊，对啊，
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你们之前不是队友吗？对啊，哎呀，我们是队友嘛。装的很假，真是的。既然都是队友，那没事啊，这、没有问题啊，嘿。那给你，都给你。好像不能合了，对。的挑战突袭啊！要吗？的可以啊，可以刷那个、啊、不死图腾。来，附魔台来了。我在村庄里面呢、欸，没有啊，哦、好 peace 哦。我好像身上刚还有甘蔗哎、欸，有啊，我这里有七个哎、欸，好多、哦。图袭是在哪里啊？村庄走了都进去就可以给一些吗？都走散了。哎、欸，我试试看，巧克力，看前面是不是看到什么箱子？我看到箱子，不是啊。哎、欸，哦，我要睡，我是跟着你哦。这还你是先给你，可怪罪。我少了脚架而已。哎、欸，他看到我了，可恶！我也要青金石，我要看完啊！好，他一定是一个人，因为我们刚刚都是分散的。我们有铁针吗、嗯？没有，我铁二十个。那我这边两个、欸，还不够，我这边没有，这边只有一个。哇，死掉了！哇塞，他记了，来看他记了，他记要跟我一样了吗？哇，直接丧失斗志，他记是真的丧失斗志了啦，丧失斗志了，他位置不是真的太绝望了啦，因为14个一个，